各位小说的观众大家好，这个聊聊大家现在是每天电视上都在各种新武器啊，那运二十又上天了，歼15也飞起来了，航母出航了，然后各种这个像生产香肠一样的导弹就生产出来了，然后在沿着长江的各个的造船厂里，这个像下饺子一般的下来了驱逐舰、护卫舰、潜艇啊，每天电视里都在宣扬这个我们的军功啊，然后这个番号也开始解密了，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38军住在这儿，27军、24军在哪里，这个东北39军啊等等吧，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跟信号呢，这个咱们不多聊。这个总而言之，我个人虽然是个大军迷，但是我对于这个以这种穷兵黩武的叫嚣，或者是以这种各种战争叫嚣来鼓舞这个爱国士气的这个事情，我还是比较警惕啊，因为这个有前车之鉴。这个1930几年的时候，德国就是每天在炫耀着军功，然后成功举办了奥运会，经济高速发展这个像对所有的争议领土发出了这个要求并且还夺回来了这个继而对这个所有居住着日耳曼人的领土发出各种要求确实也都拿到了再往下就陷入了毁灭的深渊。所以这个是不是一定要这个在老百姓中间以那种各种炫耀武器或者炫耀军功、炫耀这个东西来鼓舞爱国士气呢这个大家值得讨论。我觉得一个国家想让人来爱这个，要让自己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公平的土地，一个自由的土地，才会有更多的人来爱你，而不是一个光强大就可以的。这个德国曾经很强大，但是德国的知识分子包括爱因斯坦等等都跑到了美国，所以强大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幸福所以说个开头，所以今天来说军事说说什么呢既然大家都在那个今天要打这个，明天要打那个吧，那我们就今天有两期的时间聊一下围绕中国咱们这个十几个邻国，这个大家的军力跟中国之间怎么来对比，就是谁强谁弱，我们到底这个冲谁叫嚣比较靠谱这个不行了就别乱嚷嚷首先讲一下咱们从最北边开始吧，绕着这中国，大家看地图虚拟的这个优酷不给我提供地图，为了节省预算，我只能指着空中说，你看这中国上面也很大的俄罗斯，这个先来讲讲这个俄罗斯战争呢有这么几个元素很重要这个武器当然是其中一部分，这个咱们也要聊一聊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实力，因为武器呢嘛，大家现有的武器，和平年代武器都是打算上来一礼拜就干光了，这个现有的飞机也好，导弹也好，这上去一礼拜肯定就打光了，就因为大家就都这么几百架，这个经受不住这个剧烈的大战，所以真正支撑战争除了这兵器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民族性，就这个民族是不是尚武，是不是善战，是不是勇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再有就是这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能不能支撑这个大规模战争的消耗跟补充，再有就是国家国民素质能不能支撑大规模的动员起来的军队，这个是不是这国家人人都会开枪，人人都会开车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开飞机，这些都很重要所以每个国家咱们差不多就按这几个方面来聊一聊武器呢，俄国就很悲惨这个自从苏联解体，苏联时代的时候，那全世界一半武器都在苏联当时苏联红军之强大，这个好几百个师，这7万辆坦克，当时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坦克加一起也没有苏联一家多7万辆坦克，这个几万辆装甲车，这几万门重型大炮几百个常备师，尤其是在中欧和中国前线的都是这个一类的奇装满员的战斗力非常强的师但是海军也猛烈的追赶到苏联这个解体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艘半航母，这个就是正经的航母之前有几艘那都不能叫正经航母了，就是就莫斯科级的这个直升机航母，以基辅级的这几艘也是垂直短距起降飞机的航母，也装不了那种正经的飞机，正经的呢是造了一艘半但是海军更强的呢是这个
全世界最庞大的潜艇是在苏联的，啊，苏联海军跟美国海军的想法不一样，美国海军是以大型航母编队，这个作为这个统治海洋的武器，苏联呢就是大家扬长避短吧，反正航母是比不过你了，他那一艘半航母其实还不如美国五十年前造的，但是他的潜艇非常厉害，苏联当时的这个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也是全世界的所有潜艇、核潜艇加一起，啊，也没有苏联一家多。所以那个时代的苏联红军、红海军，啊，空军，啊，飞机数量、质量虽然不如美国啊，但是数量也是全世界第一多，这个最多说达到上万架这个现役战斗机、轰炸机全加起来，这个可是呢，苏联解体之后非常悲惨的，尤其军迷啊、武器迷觉得很痛苦，因为原来苏联不停的有新东西出来，新坦克、新飞机、新军舰、新潜艇，啊，结果苏联解体之后到今天。应该可以说21年没有任何的值得一提的进展吧。航母从一艘半变成了一艘，这个那半艘呢就后来就拆成一空壳被我国给拖回来了，就是咱现在辽宁号是原来那半艘叫做瓦良格号，就还剩一艘，就是当年就那一艘库兹涅佐夫号，年久失修，锈迹斑斑啊，上面从来也没有把应该配齐的那个那苏三三那些战斗机配的齐装满员过，永远在甲板上看见零零星星那么几架，啊，起飞的这个训练的也非常少，偶尔在出现严重情况下才都开出港来，拖着一堆这个锈迹斑斑的海螺和一些鲍鱼什么的在那个船上那个外边，因为年久失修嘛，然后出来耀武扬威一下，说我们有一航母，这个空军也是。啊，基本上这还是解体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苏两七，啊，米格29作为这个主力的战斗机，啊，年久失修。这个虽然后来研制了很多新的飞机啊，苏30，啊，卖给了我国、印度、这个越南啊、印尼、马来西亚，很多国家这个都买了这个苏30。哎，俄国自己没钱买，所以也没有装备。啊，这个苏34。自己装备了一个位数计的那么几架，这个苏34是一个很怪的飞机啊，是苏27系列里最大个的一个，这前面是并列双座，这俩人并着坐，不是大家看着那正经，不是大家看一般的战斗轰炸机是一前一后坐啊，苏34是一个大鸭头，然后这俩人并着坐，这种战斗轰炸机很少啊，以前在美国只有 F111 是这样的，这个现在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只有俄国有，俄国装备了零星几架，其实是为了让这个生产线别彻底停了，啊，再有就是苏35，这个是这个苏式系列里苏27系列里最先进的，因为苏37只做了一架还掉下来，啊，苏35，啊，最近有很确切的消息说，啊，我国这个要买一部分，大概有的说24架，有说40架，这个当然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仿制苏27系列和苏30系列啊，包括苏33系列，其实都是苏27系列。这个苏27、苏3、苏30、苏33、苏35，这都是从苏27啊研发出来的。啊，在我们经验也很丰富，所以我们也准备弄几架这个苏35来再山寨一下。这个人家就是不愿意让你买几架，说那你反正你早晚要仿制，你多买我几架吧。所以大概是不管是24架还是40架，有各种说法，反正会买一部分。俄国可能也会装备极其少的零星一点点，啊，所以基本上空军、海军没有进展，海军没有装备一艘，这苏联解体到现在20年没有装备一艘大型军舰，啊，驱逐舰还是当年那无畏现代，就这点东西，那导弹大的不得了，极为笨重，啊，护卫舰零星装备一点点，但是很小。I get really fat. I know, Grandpa can still do it. Can I get you anything else? Coffee, dessert, morning after pill? We're not keeping a mattress on the floor. We're poor, not crackheads. 主力军舰基本上都锈得动不了了。原来4艘全世界最强大的这个都不应该叫巡洋舰了，应该叫战列巡洋舰，因为它多达2万多吨重的巨型的大巡洋舰，叫做基洛夫级，啊，那上面装备数百枚导弹，防空导弹就分了好几种，远程反舰导弹一大堆，那军舰非常大，非常强大，
然后现在也都动不了，趴那趴着窝，变只大概只有一艘彼得大帝号，然后出来比划两下，这个非常的惨，就是每次跟我们联合演习啊等等，这个太平洋舰队出动的时候，永远就是老三样，就那几条老船出来比划两下。啊，曾经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台风级核潜艇，当时也是全世界无双的最大的，迄今也没有比它更大的核潜艇了啊，全部已经彻底的毁了，啊，出不了海了，就是也修也修不出来了，就在那儿完蛋了，废弃了，啊，这个仅剩几艘这个还能动换的攻击型核潜艇，啊，是苏联海军唯一还能骄傲的，就是还有那么几艘阿库拉级核潜艇。啊，以及最新下水了两艘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目前苏联海军唯一能够出来说还有点战斗力的，就是这仅剩的这么点核潜艇了吧？啊，也非常的悲惨啊！这个潜艇卖了给中国、印度、越南很多，自己装备了很少，也没钱买。这个现役军队里的武器也被各种黑市卖的到处都是。这个车臣打一仗的时候，被全世界发现，原来俄军的水平已经降低到这个程度，就是一个师拉出来才2000多人，另一个师拉出来还没2000多人，领军饷的时候领10000多人军饷，就已经到了这个吃空饷是最最最原始的腐败，这个各国都已经没有了，中国只有在北洋时期才会出现吃空饷这种就原始腐败，啊，在俄军里居然都出现了，所以最后只好打车臣一点点，车臣没有正规军，就点民兵。最后也只好把这个最精锐的海军陆战队，那也没海，空降兵，啊，这个当做陆军用，最后才把车臣给打下来。这个在全世界面前现了大眼啊！这个，所以俄军的这个装备水平、训练水平已经低到了这个，非常非常惨的地步，啊，士气当然是很低落啊。士气永远是这样的：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马。我当然愿意士气高涨，上去跟人逮谁劈谁，啊，逮谁砍谁。问题是您给我一头驴，啊，手里给我一锤子，我能有士气吗？你想手里拿着一破玩意儿，啊，这个陆军乏善可陈，啊，这个当时的我就不念特九零了啊，这个军迷就不要怪罪，因为我老觉得特怪，念特九零、特三四，反正念 T 九零，对 T 九零的坦克，出口到印度很这个千八百辆了已经，啊，就到处卖别人，但是自己呢，由于没钱，可能才装备了几十辆。大家知道几十辆坦克连团都装备不了啊，一个坦克团都不够，这个苏军正式编制里一个团差不多得100辆左右的坦克才能装备一个团，所以20年来的装备的坦克新型坦克现在也不能叫新型了啊，但这 T90 你想想还不够装备一个团，也就能装备一个营吧，在一个庞大的世界第一大的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大国啊，就这点东西了啊，很悲惨，远东就更悲惨了。远东大概只有100来架，这个，非常非常老式的80年代装备的啊，已经机龄20-30年的，苏两栖，几乎可以战斗力忽略不计吧。就苏两栖由于战斗力过于不行，我们在买了许可证生产苏两栖的一半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了，所以我们才有自己的，啊，比它更先进的就是歼11，我们从它那儿，仿制它，然后自己像装备了更好的航电设备，啊，所以呢。这个俄军的现在装备状况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要一定要提醒大家，俄国的这个生产能力是强大的，军工能力是强大的，只是现在没钱买而已。但如果战争来了，啊，那就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战争来，大家就你死我活拼了的情况下，啊，开足马力会像香肠一样的生产出这个各种导弹，啊，会像下饺子一样的下来各种军舰。当然了。啊，他造航母曾经最大的，现在的船厂现在是归了乌克兰了啊，所以他现在给印度造这艘航母是在北方的船厂，但是那些船厂造潜艇能力依然是非常强，啊，潜艇会像香肠一样的挤出来，坦克会铺天盖地的。苏联时期的坦克厂虽然，曾经最大的现在在哈萨克斯坦，但是这个保留在苏联境、俄国境内的这个坦克厂还是很多，啊，开足马力生产的时候，啊，这个一年产个成千上万辆应该是不成问题。所以虽然俄军现在手里没东西啊，都是些30年前的老破玩意儿，但是他都在研制，他有最新的军舰的图纸啊，也造过出口的，他也有这个最新的飞机苏-35，他都造出来了，他只是现在不装备而已 T90 啊。所以陆海空三军一旦开战，俄国的这个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立即就能啊装备出一支焕然一新的军队。所以虽然看着现在是一只病熊啊，生病的北极熊，
这个由于长期被抽胆，这个肚子也烂了，啊，但是一旦真的打起来的时候，那还是很厉害，嗷嗷叫，啊，这个俄国这个民族呢，是一个有意思的民族，它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它是尚武的民族，这个北方民族都比较尚武啊，比较勇武，热带民族都不太尚武，这个所以俄国是个尚武的民族，俄罗斯民族，但是不是很善战，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就没怎么。就是靠自己善战打赢仗是很少很少的，就是自古以来被蒙古当然就不说了，打得屁滚尿流，然后在现代化的这个近代以来，这个屡屡被打败，这个一会儿被英法打败在克里米亚，啊，一会儿又这个被日本打败在这个日俄战争中间，啊，一会儿又被波兰打败，这个波兰啊，这个苏波战争，在1920年的时候是以波兰完胜苏联红军。这个当时苏联红军还是最优秀的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当年27岁统帅红军大军，围攻华沙，啊，斯大林作为另一个方面军的政委，这个围攻南部是波兹南也不是哪儿，最后被波兰军队大败，这个打败了以后签订了波苏条约，然后割让大片苏联领土给波兰，波兰是一个那时候刚复国才一年的，之前没有的一个亡国的国家，啊，将苏联红军打败。啊，后来又被芬兰打败，这个芬兰这国家的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还没有苏联红军的人数多，这个二战之前啊，苏联非常想把国境线向前推啊，以便让自己在战争中更安全，所以跟德国一起瓜分了波兰啊，但是主要是德国打了波兰啊，苏联跟着从东部一起这个一起瓜分了波兰，然后又把三个小国立陶宛什么爱沙尼亚这个拉脱维亚搞来了，哎呦，北边一看这芬兰这个小破国，你给我块地儿吧啊，这个芬兰不给，这个于是就打不芬兰，结果芬兰民兵同志们穿着这个白斗篷，滑着雪，有点像杨子荣啊，手里拿着枪，啊，那是一项奥运会的重要项目啊，芬兰到现在都经常得金牌，在这个项目上就是一边滑雪一边射击，这是冬季奥运会一个重要项目，就滑着滑着雪停下来就给你一枪，然后继续滑，这是冬奥会的项目，这个项目经常被芬兰得金牌，估计就是当年打苏联红军打出经验来了。芬兰以区区小国寡民大败苏联红军，就是苏联红军整师被歼灭啊，在芬兰这个滑雪民兵的打击下啊，全世界都看傻了，说啊苏联红军就这点战斗力，当然了啊，那个时候跟这个斯大林的肃反有关啊，斯大林肃反的时候，这个将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元帅里五个杀了仨啊，包括最能打的这个红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了啊，然后这个16个集团军长枪毙了15个，啊，67个军长枪毙60个，啊，师旅级干部半数被清洗，就差不多数万红军最这个优秀的军官吧都被枪毙了，这个都说是间谍啊，德国当然使了一点反间计，更重要是斯大林本人这个啊一心忠诚，我在之前也讲了，这个因为基洛夫被刺杀啊开始大清洗，所以红军战斗力这个急剧下降。啊，在二战中间，啊，虽然苏德战场是主战场，最终苏联红军，啊，在全世界配合下战胜了德军，啊，最后占领了柏林。但是实际上仔细看一看那个一场一场的战役，啊，实在是不善战，这个，啊，经常被人一开始上了这个，经常被人六七十万的围歼，这个一围歼，而且就俘虏几十万人，基辅战役俘虏几十万人，啊，一直打这个斯摩林斯克、明斯克，一路往莫斯科打。打到离莫斯科很近很近的地方，在维亚季马，居然在自己大后方之前，在离莫斯科很近的地方，居然能被德军在继续玩这种玩了无数次两翼包抄，这个全歼苏联在保卫莫斯科的维亚季马的这个几十万大军，啊，这个被德国打的是实在是难以想象。就第一年第一个半年，就1941年就400多万军队被歼灭。然后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即使在最后德军防守、苏军进攻到德国本土的战役中，都极少出现这个，真正战术上说消灭德军超过苏联牺牲的，消灭德军超过苏联本身伤亡的这种，漂亮的大战役是极少的，啊，即使是在这个豁出血本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以后，啊，实际上南线完全洞开，当时南线已经没有德军，直接可以直驱罗马尼亚。的时候，那潮水一般的苏联红军，啊，从斯大林格勒出发，当时就准备去直驱罗马尼亚的时候，居然被德军这个
马士才元帅只带这个两个区区两个这个集团军的兵力啊，这远远不如斯大林格勒时期的那个德国大军啊，这区区不对，马士才只带两这个两支小部队，居然在左整个苏联的潮水一般的苏联红军中左冲右突，这个东奔西杀，居然最后还围歼了苏联军队啊，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叫哈尔科夫战役。大家这个战役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都没有讲过啊，我们只讲斯大林格勒战役。大家如果但是大家如果看历史看地图，说这斯大林格勒打完了以后，这怎么43年打完了，怎么又打了两年？其实当时应该直驱罗马尼亚战争就结束了，就是因为马士才因只以区区两支啊规模不大的德军这个大胜苏军，在哈尔科夫城下啊收复了哈尔科夫，把苏联挡在了南线，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个库尔斯克战役。所以这个。往后在苏军完全占优势，英美军又在西边登陆的情况下，苏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啊，打了几个比较漂亮的仗，但是真正像德军打苏军打出那么漂亮的围歼战还是很少很少的啊。即使到了柏林城下，最后苏军还是以伤亡30万人的代价这个才把柏林攻下来。所以这个纵观俄军苏军，俄军就不提了，一战的时候简直就是鱼腩部队，这个一战的时候德军主力在西线打，俄军啊，那么多的人，俄军是当时数量最多的啊，数百万大军从东部打，这个德军依然是用两个集团军就能不但能挡住俄军，而且能连续打大歼灭战歼灭俄军，那个俄军的战斗力简直低下就难以想象啊，就不说了。一战中间最丢人的就是啊，甚至跟奥匈帝国的军队差不多一样丢人，跟意大利军队差不多一样丢人的就是那个俄军啊。纵观俄军的战史，苏军的战史，他们最精锐的武器啊，其实是一个叫严寒的东西。这个严寒打败了拿破仑，严寒打败了希特勒。这个如果没有这两次严寒啊，这个拿破仑其实已经攻下了莫斯科啊。由于严寒啊，库图佐夫这个坚壁清野啊，导致60万大军没吃没喝，这个没水喝啊，所以就大败，被严寒打败。这个莫斯科战役也是，最后打到莫斯科城下的时候，结果出现了这个提前的严寒，零下数十度，俄国的这个坦克都是柴油机啊，不怕冷，这个德国坦克都是烧汽油的啊，于是坦克也发动不起来了，士兵也冻得不行了。这个所以纵观他的战士啊，除了严寒这样优秀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外，其实啊乏善可陈。当然了，核武器咱就在我们讨论之外啊，因为我不认为大家会使用核武器，核武器当然是俄国还是最多的，目前为止是继承了苏联留下来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这个有大批的战略这个洲际导弹啊，这战略核潜艇上的弹头也是世界这个跟美国差不多啊，以及战略轰炸机虽然不如美国，但是它图160还是一种啊迄今为止看比较先进的战略轰炸机吧啊，所以它费了好大的劲从乌克兰从哈萨克斯坦买的买零散的买了回来装，总而言之苏联解体以后，因为那些战略轰炸机住在不同的基地都已经独立了，那些国家就拼了命搞回了那么十几架啊，所以核力量我就不说了，俄国当然是紧随美国最强大啊，甚至在苏联时期是超过美国的啊，但是各国的我们今天谈不谈这些事情，因为大家不会使用嘛，所以这个进攻俄国是没可能的，就是大家都不要想，因为它不但有严寒还有核武器，但是当俄国目前想发起什么样的威胁的时候，大家看看车臣战役就已经了解了，就它其实没有什么啊非常强大的进攻能力，陆海空三军都是破铜烂铁，这个应该这样说啊。好，我们接着就往下讲，这个再往下蒙古我们不聊了，蒙古人家没打算跟谁打仗，压根儿就也没有人打算去跟蒙古干点什么，所以蒙古我们就不谈蒙古军力啊，这个南北韩这个可以谈一谈，这个北韩呢确实有这个百万大军，应该这样说啊，这个北韩的人口是远远不到这个北韩人口大概只有南韩的一半，所以战争潜力并不是很强啊。北韩的这个武器我先说一下啊，这个几乎可以说比就如果俄国管的叫破铜烂铁的话，这个北韩怎么叫冷兵器，就连破铜烂铁都不能算，就它的飞机这个最先进的也是70-80年代的米格29的最早期的型号，而且这个当时有那么几十架目前还能飞的啊，因为它也没零件，只要拆这3架4架再补一架，目前能动换的能滑起来飞起来的这个米格29
大概只有七八架，也许只有六架，到明年也许只剩三架，这个已经完全不要说去战斗了啊，这个飞起来都已经很困难啊，飞行员的训练水平应该是叫世界最低，也没有钱，所以飞行员一年能训练个几十小时就已经不错。大家知道正常的一个战备的空军应该一个飞行员一年要飞200个小时以上啊，所以这个北朝鲜的飞行员训练水平非常的低，然后飞机除了这能还能动过这七八架米格29以外，其他的完全就是长矛缩标一样的冷兵器，就比如说像米格19，50年代的米格19依然是北朝鲜现在的主力啊，米格21这个已经在80年代的时候在战场上已经成了就是靶机一样的这个落后的飞机啊，依然在他那是先进的，而且数量也不多，这空军极为乏善可陈，这个海军啥也没有，没有任何可以值得称道的军舰，上面只有一些老式导弹艇，那个导弹艇非常老式啊，这个装的还是在中东战争期间就已经被证明像靶子一样发射100枚一枚也打不中，机枪都可以打下来那种老式的明核导弹，有一些这样导弹艇啊，潜艇有一些这个小的简直能坐俩人，以及一些特别特别老式50年代的老式潜艇，就是噪音之大，这个还没出港呢就全世界都听见了。潜水艇总是躲在水底下搞偷袭，阴险。那怎么能叫阴险呢？这叫隐蔽性强。潜艇在海底下行驶，它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不受海上风浪影响，一般的炮弹也打不着，所以海军劝不了它呀。那军舰对潜艇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当然有了，什么四型大弹、鱼雷、水雷、导弹、土豆、坦克，都是潜艇的克星。哦，咦，潜艇还怕土豆？别逗了。这事儿，一战期间，美国奥板弄号驱逐舰在所罗门群岛附近的海域巡逻，突然一艘日本潜艇冒出水面，都浮出水面了，开炮打呀！打不着啊，离得太近了，已经进入大炮的死角去了。那投降吧？那可不行，美国水兵急中生智，抓起甲板上的土豆扔过去了。土豆没用，扔个豌豆、玉米、西瓜啥的才对嘛。你玩植物大战僵尸呢？我告诉你吧，这土豆还真好使，日本士兵还以为是手里什么的爆炸物，就赶紧下沉，结果一不小心就撞在海底暗礁上爆笑了。这驾驶员肯定是拿了3天本的新手。那坦克是怎么回事？也能轰到潜艇吗？那也是在二战呢，一艘德国潜艇偷袭英国运输舰成功，把它砸得七零八碎，德国潜艇急速上浮，想目睹自己的辉煌战果，关键还想捡几个钱包吧。就在这个时候啊，一辆坦克冲天而降，正好砸在那个潜水艇中间，把它弹药炸断。天上下坦克，灵异事件吧？不是啊，这辆坦克就从被炸毁的英国运输舰上飞下来的，这个就叫报应啊！哎呀，坏了，我早上刚打碎个杯子啊！这个海军完全没有战斗力啊，鱼雷艇居然还有大量这个发射鱼雷的啊。不能制导的直航鱼雷的这个鱼雷艇，啊，陆军呢，主力装备的还是50年代的这个，T54、T55，啊，就我们叫59式，就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坦克，这个，基本上只能当这个掩体里头当炮用，这个，陆军呢，乏善可陈，唯一的能小小的小亮点就是陆军有很多大炮，这个有成千上万门大炮。这个其中有一些170毫米以上的大炮和一些远程的火箭炮，这个是能打到这个汉城，主要打到首尔，啊，这个首尔这个地方呢，离三八线非常的近，这射程差不多40-50公里的大炮就能打到首尔北郊，啊，射程到60-70公里的东西就能完全覆盖首尔，所以这个北朝鲜的这个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经常向韩国的这个谈判代表叫嚣说，只要开战，立即将首尔打成一片火海，啊，这个不是吹牛。所以北朝鲜最重要的武器呢，不是它的什么先进武器，它什么先进武器也没有，它的经济实力由于过于的弱，所以很难，就是虽然经常传出来想买点这个比如说买点俄国的潜艇啦，买几架俄国飞机，啊，或者在我们这儿来，每次来说买点你们的那个好飞机吧，好潜艇，但是呢每次呢都想射着啊，想赖这个，那不行，俄国也好中国也好，这都不是白给的，说咱们不是那时代啊，冷战时代可以，你是我前线，我给你点飞机，中国呀俄国呀，也就是说你快饿死了，为了防止难民潮啊逃到这儿来把我们搅和的一团糟，因为它是跟中俄接壤啊，给你点老玉米土豆可以考虑，但是您要武器这事儿您赊账那咱不能干，而且您这个情绪不稳定，这个时不常突然
来抓狂一下，然后就开始抡起来了。您还是别拿先进武器，这个跟韩国完全是处在两个时代啊。这个韩国是现代化的陆海空军，这个海军装备的宙斯盾这个大型驱逐舰啊，吨位甚至比日本那几艘宙斯盾还要大，就跟美国巡洋舰一样大，装备的世界最先进而且经过多次实战检验的这个宙斯盾防空系统，那是世界最先进的系统。这个韩国海军的潜艇也一样，潜艇是德国最先进的潜艇啊，214也有，然后自己的正在研制的也很先进，就是海军不管是驱逐舰还是潜艇都非常的先进，而且还在造这个能起飞点垂直短距这个飞机的小玩意儿吧。那空军F-15K 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 F-15， 比日本装备的 F-15J 和美军自己装备的F-15CD E 都要先进。这个所以韩国的数百架 F-16 以及目前这几十架最先进的 F-15K， 应该说咱们东亚吧傲视群雄的空军。因为西亚有一些这个海湾国家太有钱，装备了以色列空军就很厉害啊，西亚的海湾国家装备的这个先进的台风啊 F-15 最新型号。这个海军我刚才讲完了，陆军啊，韩国的陆军的武器之先进K1 坦克，现在开始 K2 了， K1 是缩小型的，这因为韩国山地比较多，这个美军的 M1 主力的坦克太重，所以它是缩小型的这个 M1， 但是也是由研制 M1 的这个美国公司帮着研制的，应该算世界上最先进坦克之一，尤其是现在的 K2 啊，这个他自己研制的这个自行火炮啊，不但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而且还出口到了土耳其这样的强大的北约国家去买它的。所以韩国的这个陆军这个坦克也好，这个火炮也好啊，装甲车各方面都在世界上是应该算是一流水平，陆海空军都是世界一流水平啊，北朝鲜的陆海空军都是这个石器时代的，这个在任何的进攻防御战中，这个北朝鲜都不是对手啊，且不要说韩国还驻扎着美军，北朝鲜背后其实没有人真的要拔刀帮他的这个我国也好俄国也好，应该不会再像抗美援朝时期那样，大家以自己的鲜血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切去帮你打仗去，这种情况已经不会再出现了啊。所以这个再有就是他大概有那么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原子弹，但是呢还没有投射武器，这原子弹不能背着啊，当手榴弹扔这不行，原子弹总好歹得有个导弹打过来，或者是装飞机上飞过来给扔下来，但这他都没有，他的那几架米格29也是本身也不能装核弹啊，就算他勉强能装，那米格29根本不会让你起飞就被你击落了啊，他试验的各种火箭导弹都失败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刚刚失败一回就想发射一下，结果这个没发射好，这个变成二踢脚了，所以他基本上没，虽然有大概有应该有那么一两个原子弹啊，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还不知道啊，估计是有，但是由于他没有投射武器，所以这几个原子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说如果你来打我可以当地雷埋着，你过来我拉响把地雷拉响了原子弹，那是有可能，但他去进攻别人的时候是这个原子弹就没法投射，所以就没什么意义。所以 OK 啊，这个两韩南北韩南北朝鲜吧，基本上就这个实力跟大家讲了。这个南韩虽然自己没有核武器啊，但是驻南韩的美军是有战术核武器的，这个战术核武器就是说能拿炮打出来的啊，飞机能投的战术核武器是有的，但是不是战略核武器，不是要毁灭你一城市什么，是当量比较低，只是在战场上战术用的啊。所以这个韩国加上驻韩美军基本上应该说跟北朝鲜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爆发战争的话，这个应该北朝鲜我猜坚持不了个一礼拜，这个也就是轰鸣，当然会付出首尔被炸平的代价，但是战争最终还是没法打的，因为这个双方差距有点过于大，再加上北朝鲜的工业能力又没有，就是当就刚就像我说，当你这个大家消耗掉所有现役的装备以后啊，北朝鲜是不具备生产任何陆海空军的，除了炮啊，能生产一些炮，但是可能改装一些坦克，这个把坦克改成了他们自己的叫什么北极虎还是叫什么之类的，这么个，但是孩子还是50年代坦克，所以其实没什么意义啊。这个他假装有导弹啊，这个在阅兵的时候拉出了一些看起来很像洲际导弹的东西，但是你仔细较近了一看啊，其实是铁皮做的模型
这个每发都不一样，因为它连模型批量生产能力都没有，所以仔细一看它阅兵的照片，说是同一种导弹，长得看起来差不多，但仔细一看这焊缝都不在一个地方，因为它用不同的破铜烂铁焊的，在这边导弹焊缝在这地方，在那边导弹是焊在这地方，啊，拿出来吓唬吓唬人，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值得更多的讲的了，工业生产能力不行，支撑不了这个长久的战争，啊，中俄两国也不会再像1950年代那样就是全力以赴给你东西了，啊，所以实际上北朝鲜是难以进行战争叫嚣的，啊，这个人员素质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韩国人人都会开车，所以到战场上这个不会出现专业司机死了，然后全连就卡车扔那儿不会开了。这个北朝鲜没有什么人会开车，只有专业司机，啊，所以这个战争人员动员能力还停留在朝鲜战争时期的那种状况，就是这一个班的司机如果牺牲了，一个班同志们都不会开车了，所以这个人员动员能力也不人口也不如韩国多，啊，所以这两方面其实是不均衡的，并不是棋逢对手。这韩国这个朝鲜民族，也还算尚武啊，因为北方寒冷地区民族都还算尚武，但是非常不善战。在整个这个朝鲜历史中间，这个虽然打赢过隋朝的百万大军啊，也曾经打赢过日本的这个侵略军，但是极少数的情况下，大多数时候这个乏善可陈，啊，并不是一个非常善战的民族，但是比较勇武。啊，所以这也是这个民族的特性吧，在战争中间，这个就能体现出善战不善战对一个战争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啊。好，今天这个周边国家的军力，啊，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期咱们继续聊，下期就是倒数第二期了啊，第51期，啊，接着跟大家聊啊，大家不要忘了下载这个啊小说的 APP 啊，到 APP Store 去搜小说二字就可以，这有二维码，大家可以来搞一下，感谢大家，小说。谢谢。是你选择音乐，有些人是叫音乐选择了你。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来呀来碰的春天，它只有一次啊，而秋天是假的，生活多遥远。于是有时疯狂，有时迷惘，有时